人工智能是由人类制造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，模拟并扩展人类的智能。这一概念60多年前由美国首次提出，普通民众接触这一概念是通过电影。几十年来，人工智能的形象在电影里经历过怎样的变迁？家国纵横星期五东岸时间晚7:55，西岸时间黄昏4:55，城市电视播出。幸福商风素之家国纵横是由幸福商风素赞助播出。